男厕，男厕都开吗？男厕可以。男厕现在都没有人。Hello。救命啊！救命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参观宿舍了，今天邀请到 Cadence， Hello， 然后他是住在 Fellowfield Campus 这边的宿舍，那就请 Cadence 带我们参观他的宿舍吧， Go Go。 哎，他这个 BB 好给人压力哦。对啊，这边真的很老，真的吗？超级老，可是很传统英式风啊。就是还有这种他们属于自己的。哎，这很酷哎。这算什么宿舍鬼？哎，很酷哎。然后这一栋好像已经有100，它是1901年建好的，真假的？然后它就是基本上分左边跟右边，所以这也是 common area 的一个部分，可以坐在那边聊天的意思。是可以啊，这边是我们的 mailbox。哦，哎，很酷哎，这一人一个吗？对，还是一个 flat 一个？一人一个，上面有写房号啊。哎，好大哦，有钥匙吗？锁的话像。他们这样子啊，还要分开哦、喔。对啊，哈，好奇怪哦、喔。真的。然后如果是包裹的话，就是 reception 那边收。你们 reception 现在有开吗？最近好像没有开了，开了吗？营业时间好像不太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然后这一侧的 common room 我觉得比另外一侧好一点。哦，它的两边都各还有一个。对，各一个。还有钢琴耶，这还有一架钢琴，这真的可以弹的吗？这台是 OK 的，另外一台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整个就是 out of tune， 然后这台是 OK 的。这该不会是古董吧？哎、欸，它连这是谱架吗？对，谱架这样，然后这个掀起来不就卡到了？所以大家这样子，哇，哎、欸，这会不会你不小心用，然后它就断了？我觉得有可能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捐赠的人吗？捐赠的人，可好酷哦！就是年久失修，不会有人去调音这样子。哦，哎，这好酷哦！整栋 Ashford 好像有5台钢琴。哇，那很爱弹钢琴，可以来住这。对对对，真的。这是要租借吗？就自己睡？不用，就反正10点过后不能弹，其他就是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欢迎上来。嗨。嗨。然后这是洗衣房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好啊。要钱吗？要。很贵吗？也是同一间，就 Circuit， 大陆这个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赚好。你们只要一磅很便宜，你们只要2.5。对，我有听说这边好像太便宜了吧？哎，这个还是可以，就是免费给你们用这样。这个我猜是他们搬家的时候就随便丢到这边来。所以熨斗也是。熨斗应该也是他们自己。是哦，可是这样4台会不会很少啊？就2台洗2台烘哎、哦。超少的，这边是供这半边的，就只有这2台。然后另外一半边就只有1台，很少哎、欸，很少，这是一个大圈，这样不是永远都要排队？嗯，但现在是空的啊。对，所以就是那种尖峰时段的话，就不要来洗。尖峰时段是什么时候？下午。周末。周末啊，平日晚上。还好，平日晚上真的还好。嗯。那你怎么会发现这个地方？你们那边有 Res Life 吗？就是有学生的，好像数委会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有一次礼拜五在喝酒聊天啊，然后到半夜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们知道 Ashford 的地下室有练团室吗？”真的假的？什么练团室？然后就说：“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”然后一路上就有这种诡异的话。哇塞！大家都胆子很大。对啊，就是现在白天其实还好，但如果是2、3点，好像吧。这些是房间吗？对，这些是。你们的房号都好酷哦。对。这里有几层楼啊？2层、3层。总共3层。嗯，对。所以你住在古迹里面？哎，对，它是2级古迹。
这你说英国认证？英国认证太酷了吧！那你晚上会不会觉得安静到很可怕？啊，其实是会的。真假的？你们现在 flat 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没错。啊，那一层楼只剩下我一个。好，快到地下室，你看有没有感觉到越来越阴森可怕？还好吧，这里还好吧。欸，为什么这里有厕所？好奇怪。对，就是这边这个楼梯往下。好酷哦，越来越 shady 的感觉。所以这里真的可以来练团吗？是可以的。它有没有什么预约啊？但它也其实就是一个空间吗？还是它里面有？有是太好了。啊。哎，还有鼓哦。很神秘吧？但是有点黏黏，但有师兄。那鼓里面这样有点诡异。对，欸。好酷哦，超酷的。超级酷。钢琴我印象中也是 OK 的，状态也是 OK。这看起来很不钢琴啊，对，还 OK。哇塞，你们这里真的很赞呢。很奇怪吧？隔壁好像还有一间，然后就是摆了一台钢琴这样子。我这样好像空洞。哎，真的。啊，对，这边。哇塞，哎，这间感觉，哎，这里还有那个哎谱哎，感觉可以神奇。那个也是吗？胆子大的话。那是柜子。天堂啊，就是感觉白天还行吧，还是白天这里会蛮可怕。我是有听过有一个伦敦的女生，她说她半夜睡不着觉，然后下来练琴吧，然后她就听到很奇怪的声音，她就跑回房间。真假的？这里灯永远都是亮的吗？欸，不一定哎，所以她可能会是关的。对，然后其他的房间就是锁起来，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，还是不要知道吧。我也不知道了。哎，这里环境很清幽哎。对，就每天下课，然后走这条车道进来的话，就觉得哇，真好。哦，这里有出入口。对对，我们几乎都从这边进出。是哦。嗯。那你是在大马路上吗？还是是要？因为我刚刚是从 Oxford Road 一直走嘛，啊，然后走过来左转再右转，就到刚刚我拍的那边。这边对啊。Google 都会把你导到那边。嗯嗯。那我们到这很少用，因为那边算是车道吧。对，好像是。哎，欸，这里好像高级住宅区，从外观看起来。但是它的硬体设备真的是有一点，虽然老了，但是不会到破旧或者是，但是到晚上会有点可怕。哦。然后这种垃圾都是鸟啊，还是松鼠，就把它叼过去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丢垃圾的地方吗？嗯，这个你们就自己丢？没错。啊，那个盖子都盖着，感觉好脏，你要用手把它搬开哦。真的，那个我也很 care。所以你们的卡就是学生证。对。所以你住右边？对，我住这边。里面有书吗？有，看见了，应该是没有人。这有开吗？对，它是没有人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很不用功。耶，yeah ！哎，欸，好酷哦，喔，超酷的！哇，是真的。哎，欸，这是很跟John Ryland 很像哎，欸。但这个地板走路怎么会怪怪，有点可怕，会不会掉下去？喜欢念书的人一定会很想要住在这边。哎，欸，这里超赞的哎，这个图书馆可以自修，然后就有灯这样子。但是这里的书会有我们用得到的书吗？啊，这倒有点困难啊。好酷哦，很老名不经传的书。我要来拍照。然后那个当观光客，当初不是图书馆全部关起来吗？对啊。然后这一间就是仅存的。真的假的？没有被关起来了，图书馆。超酷的哎！我来拍一个照。间图书馆就是 Morley 这个人他的个人图书馆，然后是他留下来的名言吧。哦，那名言是什么？是他是校友吗？还是某一个名人哦？确定他有东西？我说他可能只是去上厕所。我说被我们这样，反正不会被偷了。对啊，你们这里治安怎么样？治安。还是因为人很少，所以就还好。治安嘛，这个
翻说吗？不好说。之前如果大家都还没有搬走的话，只要是拜五，就整个 fellow field 都会疯掉，因为是 Friday night。哈，有这种夸张？对对对，因为大家都是几乎都是大一的学生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硕士生是少数。然后这边是我们以前吃饭的地方。你说你们是免费吗？会发餐券那个？公餐。好赞。什么？是 meal card， 就是你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，你要拿着这张卡，然后进去给那个阿姨。可以可以，哇，好酷哦！收起来吗？好可惜哦。这是纸，就是纸吗？对，就是一张纸。然后哦，然后呢？可以干嘛？给他，你就可以拿你的早餐或晚餐。就只是给他看。嗯。那一定要放这吗？会，就是每天都会归位回去，所以不能自己放自己那边。他会检查是不是？为了要统计人数啊。哦，很有 feel 哎，还有那个吊灯。对啊，好酷。然后那后面是一台平台钢琴。哇塞，这里真的很多钢琴哎。对啊，就是很古早。所以是你说早餐跟午餐呢，还是？早餐跟晚餐。跟晚餐。都免费。嗯。那可以点餐吗？算可以选啊。是自助式还是一份一份？一份一份都有，哇塞！那住这里真的很划算啊，超级省钱，只是要买个公车票啊。哦，对啊，可是你看，连陈敏萱那种住在丹麦路的也会买公车卡。哦，所以他干脆住这里，而且他又不会煮饭。住这里，大缺点就是真的会吃很胖。真的吗？可是你那么瘦，来这边以后就是这个大发福。是哦，三月他停止公餐以后才慢慢的、oh. 慢慢消红，不然真的太可怕了。这里的餐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是英式的，对，它就是 English breakfast 每天，然后我都会吃薯饼啊、香肠。它有时间公餐时间限制？它要从早上7:15到9:30，嗯，然后晚餐是5:15到7:30。哦、oh.。每天都有甜点，真的假的？有可乐，哇塞，可乐是喝到饱吗？是，怎么那么好 ？Coffee machine 也是，真的假的？永远都在那边。那牛奶是吗？牛奶，太好了吧！看一下我们短小精干的厨房，所以这是算一个 flat 了吗？我们这边其实不太像是 flat 的概念，就一间间房，这是我的房间。你们这边房间有分吗？还是都一样？有耶，这边的房间。